下咽癌总的来说，它的5年生存率呢是远远低于喉癌的。大量的文献的统计，包括统计了我们自己治疗的病人，没统计不治疗的自然死亡的这通过手术治疗的病人，5年生存率只有40%到50%，有的报告只有30%，不超过60%，5年生存率，而3年生存率也就是50%-60%，不会超过60%的。所以这个预后是很差的，比喉癌是要差，因为它发现的多数都是晚期的，来了以后都是一个淋巴结很大，就是原发灶很大，这样一些晚期的下咽癌，这样的病人预后是不好的。如果都是早期的，我相信会很好。所以呢，对于下咽癌，如果能够早期诊断、早期发现，那么它的预后可能会好一些。